松树，它不落叶啊。嗯，那个它刚好，比如说它融了，然后滴到这个那个松针的尾端的时候，结果又冷了，它就结晶在那里，然后整棵树哦，那种在月光下的闪闪发亮的一种凄美感。那日本人就是那种瓦比沙比，他们就很爱这个东西，然后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情境表现在银湖上。那个时候哪会有花呢？对对对对 对, 对，我就说不伦不类，看着第一个就是不伦不类。就是说他的语汇的完整度，他不知道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这样做，以为说哦这个因为工艺技巧很难，然后他做了以后，他觉得说啊都这样子无聊，我加个花。而事实上，这样的东西是在那样一个迎风的大地里面，气候的变化，然后产生一种瓦比萨比的感觉。什么叫瓦比萨比？就是侘寂展，那个侘寂，就是日本的美学。哎，那种美学就是不完整才是完美啊！哦，那我试着想要搞一下哦，很难，因为我买过一把那个。都山流的那个第一把交椅哈的那个尺八，横山一把，好贵啊！一把那个哈，我朋友去差点回不来，因为他看很便宜，他想要多买两把，他朋友一直跟他踢，他少看一个零，他以为30万日币。在展览的时候，我朋友尺八吹人哈是300万日币，那个东西。啊，你本来是一把竹子，好好的，对不对？他就故意弄得好像坑坑巴巴哦，然后，那你看起来，就觉得说，刚开始看的时候说，我们总想把它抹平，可是呢，你知道你没办法抹平，但是看久了以后，我想说，那你这样子，这个我也来学一下，到底真的，你的欣赏美学要很久持续才会这样。所以讲日本是不完美的美学。然后一个竹子这样子，他就忽然间在某个地方哦，他就这样一刀下去，这样刷把一个竹皮哈，比如说像这样，他就在找一个位置，然后这样一刀下去的时候哦，很切，这样下去这样子撕裂了一条以后哦，哇，你就叹为观止。然后，但是那一刀，很难，画龙点睛，很难。他故意的人为去让他不完美，然后，让他破坏了。但那个破坏就产生一种，那个瓦伊萨比，我是把它翻译成大悲切。那后来我有从心理学上啊，去找到一些基证。包括声音，那个 smoky 啊，那个 smoky vocal 啊 ，smoky vocal 那种烟嗓子哈，啊，我们举个例子，比如说 Armstrong 好了 ，Armstrong 他在唱那个 Wonderful World，Oh Wonderful World， 他那个声音其实如果是就音乐来讲的话，它不是美声，可是因为他的那种 smoky vocal。的那种沧桑感，使得我们在很沧桑里面吟咏着这世界如何的美好。你被压缩了，内在我们被压缩之后哦，然后有一种苍茫跟寂凉，然后内在会不由自主的产生了一个幸福感。这是侘寂美学哦，他们在茶室里面，或者是他们在很多器物里面。他们其实一直在追求这种东西，是不由自主的幸福感。哇，那个像有一个叫做名字是Amy Ross 还是什么，我那个名字我现在有一点忘了。一个希腊的歌手，他跟娜娜是并称男女两大天王天后。当时他在唱歌，我也是一听以后，我就觉得哇，怎么是这样子？那现在这种歌手里面还有一个非洲住在法国的叫蹦嘎，
他们那种声音哦，都是充满了一种天生的一种原始原始的，然后是你我听他在唱那个也听不懂他在唱什么，像唱那个不知道是法语还是什么语这样子，但你听他觉得说，我当时在英国哈、哦、去教课的时候，然后一个人在吃饭吃早餐，他在那个背景音乐，那很简单的配乐。那一天给我的感觉就是说，向前程望去，毫无希望可言，但是我依然用我最内在的激情勇敢向前。我自己的佩服，前面怎么样我不管，我一样，我要勇往向前。那一种会让人、哦、有一种觉得说、就被鼓舞了，被激励了。所以我是觉得说，那在心理学上是他说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，你反而会有最内在的东西一出来，那反而那个力量是很大，那个能量是很大，就人被逼到绝境、然后激发出来求生意志。你环顾四周，没有一样是有利于你的生存，那这个时候唯一能够让我们勇敢向前的就是内在的热情。那个瓦利沙比其实就是一直在搞这种东西。要不然我第一次哈就跪那个日本茶席，我是真的是牙歪了，然后一直看手表，好累啊！哎呦呀啊什么？那58分49秒喝到一口茶，等到起来的时候根本就是已经残废了。那就慢慢搞啊！你要看，其实在煮水什么慢慢搞，然后在那里那个，然后大家又都不讲话，又我们又不是那种不知所以然，那就忍不住就唯一能看的就手表啊，然后还在读秒，哇！等到茶拿来的时候看一下，哇，58分49秒，我都记得这个数字，哇！啊，喝一杯茶，等那么久，那个是抹茶打鹅茶嘛，对不、啊、对？你一就定位，然后你看着他在那里什么弄水啊，在那里这个火烧起来，然后什么这样慢慢的这样，什么都慢慢的。然后刚开始是我们还可以说哦，那你到底在搞什么？我们不懂。可是弄到我以为我已经知道你在做什么，那就开始我们就开始会。就不耐烦，而且脚酸手麻的什么，就是这，然后就开始会，那又不能够歪坐，也不能够，那时候，你就会注意时间，然后一注意时间，就觉得度日如年了。那这样被折磨了以后呢，确实变成我一辈子的记忆。然后等到哎这样子被折磨完了，然后他等要起来的时候，你去日本吗？还是来台湾？去日本。可他用意是应该过程的，他不是说故意要，他是一个过程，过程啊，就是一个过程，那就是一个修炼啊。非常的，那后来我又看了很多，比如说比尔盖茨啊，他一年如果不去被人家苦读一次，他还不爽，而且他去，当然是要对那个大师跟他直接来的，然后又付很多钱，然后去那里被这个苦读了一下，被引入一个境界里面去，通常是这样子，所以他。开个茶室，然后引导你进去那个里面。